邀请大家不妨一起站起来，毛巾拿出来。就像水弟讲的，这是一场拔河比赛，虽然是和你们对手拔河水一点，但重点是我们现在要团结的，一二三，把它拔回来，收起高，待会用最有气势的目标叫展开今天的征途之前，你气势要把人家压过去了。
试一试。王将梅。Yeah!
的努力，吹个一，二三，来。